校长、副校长、主任、各位嘉宾、老师、同学们，午安。今天是我们小学毕业班举行毕业礼的大日子。今天除了是庆祝我们能够顺利完成小学阶段，更重要的是答谢学校及老师们多年来对我们悉心的教导。在我们小学的学习生活中，学校为了让我们在六育中得到均衡发展，不时举办了多项有益身心的活动，例如中文朗诵班、英语演说技巧班、机械人班、数学比赛、小小音乐会等。同时，学校为了加强我们的英语能力，特别从国外聘请多位外籍老师为我们授课，以提高我们的英语水平，丰富我们的学习生活。另外，学校举办了不少校外活动，例如参观博物馆、漫步松山健康径等，借此扩阔我们的视野，增进我们的课外资讯。现在我们快将升上初中，继续学业，而我们必定秉承校训，实事求是、己利利人的精神，为未来的目标而奋斗，不会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和期望。最后，我谨代表全体毕业同学向校长、老师以及学校员工致以由衷的感谢，祝愿各位身体健康，工作愉快，主佑大家。